傅，然后就是有个同事梦到，一个地方有一大群孔雀，然后有绿色的、白色的，还有小 baby 的孔雀。同修想看孔雀开屏，但是没有看到，然后话境就转了，请师傅解梦。看见孔雀啊，是好事情啊。嗯。你就是看到一大群孔雀，然后有白色的，还有灰色的。还有绿色的，还有很多小 baby 的孔雀，他想看孔雀开屏吗？然后没看到。嗯，他没看见，他就说明他有曙光了，应该有进步。哦，好的。